我完全咧係冇準備講詞，點解咧？因為我唔 expect 今日我有機會咧係講嘢嘅。我諗住都嚟到呢度咧，都係同大家打個招呼嘅啫。其實我頭先啱啱有個 function， 呢個係第二個function， 咁我好開心啦。點解開心呢？最主要因為我自己都係本身都係 World Hockey Regiment 嘅一份子，J 仔出身嘅。咁我係好認同 J 仔嘅訓練，因為培育咧。一班青少年咧係有領導才啦，有志啦咁樣，咁我非常之開心。咁啊，首先咧，可 Sir 多謝你俾個機會我。咁其實咧，我略略講一講就係、是，其實我仲係RCMP。咁我而家咧就放假。咁我而家放假當中咧就係RCMP 係容許我咧係參選嘅。咁我決定咧係參選呢、這個省議員，係列治文中區。咁其實好多人都問我呢個問題，點解你會參選？咁其實咧，我會形容咧就係天時地利人和。天時點解呢？因為唔淨止列治文，其實咧係整個 BC 省，我相信大部分嘅人士咧都認同咧係個治安咧係不容樂觀。所以咧，我覺得好多民眾咧都係希望一個有警隊經驗嘅人咧係出嚟喺呢方面咧係能夠喺政府嘅管理啊、政府嘅政策咧係能夠有所改善。地利咧，點解咧？因為我喺列治文咧係住咗接近22年，亦都喺列治文工作RCMP 係多過12年嘅。咁亦都一向咧，我係喺加拿大國防部咧陸軍少年團係同青少年有好直接嘅溝通教育。咁所以呢個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地利人和。點解咧？因為我有好多堅定嘅贊助商，我亦都有好多好熱心嘅市民選民。甚至無咧，我亦都有好多好出色嘅智囊智囊團啦、當然少不了咧就係乜嘢啊？就係好有經驗、熱心嘅義工團隊，所以俾我勇氣能夠出嚟，係向另外一個階段咧，係為社會服務。點解為之另外一個階段呢？因為好多市民好多朋友親戚同我講就話好多樣嘢，我其實好心噏嘅。好多人同我講，我個仔、我個女參加幫派吸毒。另外，亦有啲社區嘅人士、做生意嘅朋友同我講，甚至乎警察嚟到都要放嗰個賊走。其實警察所做嘅嘢咧，記住一樣嘢，大家就係話，我哋警察做嘢咧係好盡心盡力嘅，每一個。我可以大部分講，我唔會講 100%， 99% 都係好專業嘅。但係記住，我哋警察係乜嘢？係執法者，唔係超人。所以我希望能夠去另外一個階段，喺立法方面咧，係能夠做啲功夫。希望立法同執法咧係一齊，係同埋大家群策群力，係將個社區咧搞得最好。當然，治安係我首要其中一個。政綱，但是不是唯一一個，是重要的一環，但是不是重要一個。另外我會落多一些時間去研究怎樣去對長者的尊重和服務，同埋特別是青少年課外之後的培育。因為對我來說，青少年課外的培育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因為其實治安呢，大家想一想，其實好多原因係令到治安差嘅。一就係咩啊？經濟制度啦。第二就係一啲青少年缺乏一啲公民教育，或者係一啲係核心價值。所以我覺得，若果我哋能夠執法、立法，甚至無俾多啲活動俾青少年課外嘅，關心佢多啲，我相信群策群力之下咧，我哋會將呢個治安會做得更好。另外亦都唔需要擔心，可能好多人話你係獨立候選人，你入到議會又如何呢？但係我可以同你講，我睇過 Vancouver Sun， 唔好意思，可能我唔會過時係咪 ？O 唔 OK 啊？我冇用啊 ，sorry。OK， 可能如果我唱歌俾人 cut 咗啦，因為唱得唔好聽。OK， 我好快講完。大概應該6個星期之前，我睇過 Vancouver Sun 有個好。正面的報導就是說，當然是一個西人寫的，他就說 As of that day，
連埋我有八個獨立候選人，佢哋嘅佢哋嘅估計咧，有大部分咧都會被選到。點解咧？因為有好多係有好有份量嘅。邊啲啊？例如，因為有好多係喺自由黨係退出嚟嘅，佢只不過係唔滿意自由黨嘅手法，所以退咗出嚟。但係佢哋係好有才能嘅，所以其實有好多機會咧，有好多人入去嘅。我自己嘅感覺就係話，我未必當選到，但係我估計呢班人選到入去之後，我相信我大膽講句，俾我容許俾我推測，佢呢班人第一件事就會咩啊？做一個聯盟，其實已經係一個 small party。我亦都揾個公司專係喺列治文中區做個選擇，佢哋話NDP 保守嗰、那個叫做新民主黨，暫時未能夠說服到佢哋點樣去選佢。但我哋聽自由黨嘅理念係好嘅，但係佢話佢哋 mismanagement， 佢哋係可以做得更好，覺得係時間換一換政府。所以嚟講，獨立候選人今次咧係其實好大機會。我唔係講我，我係講總體。所以我希望你哋選唔係選黨，係選乜嘢啊？係選人，係選一個能夠做嘢嘅人。To be honest， 我唔識講嘢，我唔係能言善辯，我絕對唔識講嘢嘅。我相信喺度在座咧，隨時揾一個人講嘢比我更好。但係我係實事求是，係做實事。我相信呢度起碼有一半人認同我，知道我，明白我係點樣做嘢。喺過往裏面例如喺警隊啊，喺陸軍少年團啊，甚至乎喺社團裏面啊咁。喺呢度我唔再講啦，大家時間。咁喺呢度咧雖然今日已經係過咗農曆啦嚇，但係係咪有一個句話叫做十月都係百年前？咁喺呢度祝福大家咧，係身壯力健，出入平安，萬事勝意。多謝大家。當然，我係好希望你投我一票，但係我好衷心講句，就算你唔投我一票唔緊要，你都要出嚟投票，因為你記住一樣嘢，我相信大部分嘅人士咧都係從香港嚟嘅。香港每日都係爭拗啲乜嘢啊？每人要一票。既然你每人有一票，你點解唔投票呢？好簡單嘅嘢，我希望你5月14日盡你個公民責任出嚟做乜嘢？投票。唔得閒唔係一個好藉口，記住出嚟投票。喺現階段裏面嚟講咧，我希望若果你哋有啲咩意見，有咩提點，希望講俾我聽，因為我而家係盡心盡力去定立我嘅政綱。雖然我有好嘅團隊，但是我是需要你们给意见，我讲给我听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可以做得更好，是将这个社区是推进一步的。 By the way， 可能你会问什么叫列治文中区呢？就是说 Garden City 以西一直去到 The Dyke， 就是河堤那里，然后更兜向北去到机场 River Road 那里，全部都是叫中区。所以若果你们是住在中区的话呢，希望你投我一票。可能你話喂唔係喎，住喺 Coquitlam 喎 ，Vancouver 喎，唔緊要。你個心喺我嗰度，其實已經支持咗我一票噶啦。仲有一樣嘢，你可以同我講做義工啊，當然可以出錢啦。政治捐獻咧係可以接納嘅啊，係可以退稅嘅。咁喺呢度咧，再次講一句説話啦嚇，好嘢咧唔怕講多次嘅，衷心多謝大家。咁特別多謝海常有個機會咧，俾我去同大家面對面同埋講嘢，我真係估唔到啊！有咁嘅機會，多謝你，多謝你，多謝，唔客氣。多謝咗你啊 ！OK。好啦，咁啊，大家先考未先，饱唔饱啊？哥和哥嗰个鱼肠正唔正啊？焗鱼肠应该 OK 系咪啊？唔好食唔紧要，呢个咧就系有咩事嗱阿麦得噶啦，阿麦拣嘅。梗系话你噶啦，系咪？好啦，咁啊，我哋而家咧。